这个猪蹄烧的漂亮不漂亮？猪蹄是我的拿手菜啊。嗯，猪蹄喝酒，山珍海味我都不换，喝下去，连干三杯，干掉。今天可厉害了，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大山脚下，在这里露营，漂亮不漂亮？唯一不好的就是我天幕和帐篷啊，没法打下去，这底下都是水泥地，钉子打不下去。那我今晚还进水槽里面，这里我带你们看一看啊。这边有两个废弃的移动房屋啊，这个是没人住的啊。这边你看山还开了一条路，这个山很高啊。这里面是佛门禁地啊，我们就不拍了，也不进去了。看这边，多好。这底下啊，你看都是水泥地。待会啊，我把帐篷打起来，这个地钉还是打不下去，然后打到我车子边上。今天就住这地方了。太好了，我就准备把帐篷打在这里啊、哦，东南西北，车是这么打的，帐篷打到这里，好，现在开始打帐篷。屋上防潮垫，三垫 ，OK。小桌子摆起来，餐桌时间凝固，餐桌摆起来，山藏在心中的我，人间名利谁能担过，开始摆起来，放下一切平凡的，现在所有装备全部摆上了，你看这里环境多好啊，山上云雾缭绕，人生际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有仪式感啊，烧水泡茶，大千世界多少过客，是福是祸谁能活得过，看不轮回这生与得，问一问佛谁来等我，谁又能把这么美的露营环境，我们五星红旗必须要飘起来。现在风很大，下午可能会下雨，我们抓紧时间烧饭啊。这个保温箱，简易保温箱啊，你看这里面这么好的环境啊，晚上我们一定要吃好一点。猪蹄，红烧猪蹄啊，放锅里焯水。很多时间凝固，聚散藏在心中的我，人间你哎，走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啊，吃点生姜，喝点茶。放下一切平凡的过，来来远去人生几何。哎，给他量一下，我们先把猪蹄烧一下啊，猪蹄已经焯好水了，起锅烧油，猪蹄用油煎一下，这个猪蹄已经煎得四面金黄了，喷入白酒去腥，生抽老抽来一点，黄豆酱，蚝油，生姜、辣椒、八角梅，倒入糖浆水，烧开，放高压锅，开了，换高压锅。哦，净化心意中下山雨波，问你压20分钟，谁来渡我？时间到了，我们关火。放下杂念时，灿烂了没有？嗯，好，非常漂亮。放到平底锅里面，把汤汁啊给收干，否则的话不好吃。这个猪蹄烧的漂亮不漂亮？烧猪蹄是我拿手菜啊。这汤汁收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准备整酒。今天是11月12号周六下午的马上4点。今天风雨比较大啊、哦、天气有点凉。在这个这么美的大山脚下啊、哦、
我们烧个猪蹄，整点小酒啊，喇叭豆。猪蹄、兰花豆、生姜啊，我们整点小酒。这个平底锅你看，汤汁啊一下就收好，小火。我们吃一块，看这个猪蹄烧的好不好吃啊？嗯，我烧猪蹄就是拿手，你们就像我这样烧猪蹄，保证好吃。调料也不要太多啊。今天也是我露营的第二天啊，我们晚上好好整点酒啊，来这一杯啊，一口干掉，战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啊，哇，这个凉啊，喝点酒，可能过一会啊下雨。是个大烂头，这个猪蹄喝酒啊，山珍海味我都不换，特下酒。他是毛铺子乔青年，哦，这个不是青年，是六年黑乔。嘿嘿，假货了，这个猪蹄要把它消灭掉。一口一杯，啊，一杯酒，一块猪蹄。哎，肚子饿了，还是早上吃饭。我们在户外啊，如果单纯的是吃饭喝酒，那叫野炊；我是又喝酒又吃饭又在这里睡，那叫露营。嗯，不能烧了，这烧见底了。喝酒，就三杯。今晚整点没事啊，明天不走，准备在这里待两天，周一晚周一早上走。这么好的环境啊，嗯，后面云雾缭绕，坐在这里啊，我才有仪式感，露营就要有仪式感。战友们，这一杯再敬你们啊！这个连干三杯啊，干掉！啊，这个猪蹄太下酒了。第四杯。可能今天晚就会下雨，我这里呢天幕呢打不起来，底下这个水泥地啊地钉打不进去。如果明天下雨呢，我为什么把帐篷打起来呢？就是防止明天下雨，我就可以在帐篷里面吃饭啊。车里面船我也没拆啊，晚上睡车里面。以后露营啊，我是把帐篷、天幕和车载遮蔽船一起都带着，就这样子，哪地方好露营我就在哪里。来干掉啊！再干一杯啊！这杯干了五杯酒了，不干了啊！我们在户外，我说心里话啊，这一瓶我都能把干掉，没意思。
户外我们尽量酒不要喝多。这杯酒我喝慢点，我要把这个猪蹄全部吃掉，先整一口。还剩五块猪蹄，实在是吃不掉了。这个酒还有半杯哦，我们把它喝掉。现在是4点半，把收拾一下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到处走一下。我看是往山这边走一走啊。全都收拾好了。我把液化气啊摆到帐篷里面，防止晚上下雨风大，把好帐篷吹跑了。门帘给拉起来啊！我们到山上逛一下。那个山脚下为什么这地方搞一条路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们往前走一走，看一看啊。行，这边还有一条路哎，我往这边走。秋天你看这个山上的红叶都漂亮，这条路一直通到山的顶里面。这一圈刮过来天也要黑了，我们洗洗，我们也进车里面啊，今天晚上睡车里面，不睡帐篷里面。看透轮回割舍晚上我们就睡车里面了，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，那我们就明天见了，战友们。谁又能把红尘看破，看透世间事，看清对与错，净化心灵种下善果。